都知道呢，疫情这么长时间的影响，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受到冲突冲击，哀鸿遍野。主计处就公布了六月失业率是飙破了十年半以来的新高，很多民众都面临像是失业或者是呢无薪假没有薪水可以领这样的困境，不少人因此产生呢啊，是不是换个跑道来换个工作呢？到底要怎么样站稳脚步？这就是大家你我都在面对的课题。电通女王唐新慧分享了她的经验谈，她从基层 AE 呢一路到台湾最大的行销传播集团执行长，这样子呢一路往上走，他现在是管理旗下11家的品牌。他分享决断力的重要，在关键时刻做好决断，将会影响你后来的发展，让人生不再迷惘。我先讲东西有爆一个东西，然后整个屁股往后缩，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起来。在镜头前示范深蹲动作，周先生原本是位健身教练，但受疫情影响，健身房的工作没了。就勉强啊，因为去年就有影响啊。对，那虽然没有影响到那么大，可是因为业绩有缩小，所以老板决定要收掉。根据人力银行统计，六月份失业人数高达57万人，来到十年新高。找工作已经很困难了，我找了好几十家，每个人都要精简人事。虽然他们广告都还有打说要储备干部，他们都说等，哦，就等疫情，等疫情过后。现在这样工作好像很难找。病毒一来，人生规划全乱了套，但有人把它当作转机。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啊，这个 lockdown 忽然间的 lockdown 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个训练其实就是加速了我们所有人的数位转型。你看了，你放大看全世界，其实全世界因为这个疫情就是数位转型都加快了。不管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还是也能就每一个世界国家企业个人都被数位化了。 Hello， 大家在家都还好吗？一头干练短发，美丽脸庞，她是唐新慧。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商公司当 AE， 36岁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2017年，她接下电通集团的执行长，管理旗下11个品牌，有着“电通女王”的美誉。我都常讲说，再坏的市场环境，都有人成功嘛。那再好的市场环境，或再好的大环境，都有人失败。那所以我其实会鼓励，就是说碰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自己去检视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那我对自己的看法跟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其实就是你先回到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在行的是什么，你可以做的是什么。鼓励大家勇敢找寻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忠于自我，不断追求挑战，是唐新慧面对人生的基本态度。他更把自身经历写成书，分享如何做好决定，告别纠结人生。一个人的判断跟决定的能力，其实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我书里面其实有讲一个，就是你敢输才有机会赢嘛。那我觉得这个环境给你的挑战，其实只不过让你自己可以去重新检视自己，你到底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再找到自己真心想要去创作的，真心想要去创造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在找工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很多时候我想要，但我做不到。那你想要，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开始。有梦就去捍卫它，一如他全心投入行销传播产业超过25年，每天的心情总能像第一天上班一样兴奋，并且全力以赴。我以前在做 AE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的天花板会不会是做经理？我的天花板会不会是做协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给我自己的一个鼓励吧，就是不要害怕自己的天花板，不要害怕自己会有碰到瓶颈，不是碰到极限，能力的极限。那反而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更敢去尝试你以前可能不敢尝试的挑战，然后搞不好过程里面你就是不断的突破，然后你的 potential 就一直被开发出来。工作上，唐新慧是霸气胆识过人的女强人，但下了班之后，她放下职场的强势，变成人家的太太、妈妈，但也坦言曾在家庭和工作间挣扎过。而且刚刚有一个小孩，而且我其实只有一个孩子，所以那时候的母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挣扎，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大概只有挣扎几个月不到了。其实我后来做了很多 self reflection， 我做了很多自己的自省。然后我 discover 到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个体，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跟优秀的妈妈。这样，那所以我就决定了，还是要留在这份工作。这样，
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就是孩子那时候还很小嘛，所以这个我当一个 weekend 妈妈应该还是可以这个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爱跟照顾。但是两岁以后，因为他比较懂事了，那我那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 deadline，两岁之后我就带回来家里自己带他这样子。唐心会尽力扮演好人生中的每个角色。有些人是我只要工作，有些人是我只要生活，我只要当妈妈，我只要当这个职业妇女 ，It's okay， OK。可是像我是我两个都要，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一些 compromise， 我就不会要求每件事情都要 perfect， 可是我要它是有 quality 的这样。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给我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或在这个做中间做 balance 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妥协，但我绝对不会牺牲我自己。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完成别人眼中的不可能。唐心会带着对事业的热忱和认真的态度迎战每个挑战。他相信决断力影响人生发展，也能指引方向，让人生不再迷惘。中天的愿望是做台湾人的目睭，看清真相。中天的愿望是做台湾人的嘴，讲出真话。阮敢若知影，做媒体是台湾人的良心，请你加入中天电视频道会员，加会员，听中天，做伙成为监督的力量。